攻的球权是在福原手上，球给了简浩 ，Wide Open 的机会出手进，金棒再救回来，来了一个抛投进，五投一中，外围做一个尝试三分球的高调到前场，禁区陶斯追一个球进，双方五分落后，刚到禁区垫步之后上篮得分，他的季后赛的上场时间几乎是零。Baron 弧顶尝试三分球进，回给 Baron 切到心脏地带，左手上篮得把四分领先，球给了陈子威三分球进，下课剩下三秒钟再去做转移，金棒后仰的压哨出手进，陈杰恩底角的三分球进，32-23，对角的转移，再一次出手得分，克拉剩下六秒钟，带到禁区的一个出手总算有，葛基豪外围三分球打板进，球回给吴永仁三分球进，葛基豪的空档三分球再回给文成，文成禁区的转身球进。景浩带了禁区的抛投球进，六中他拿下全队最高的13分，哇，漂亮给球！这个球再做一个转移，林书伟中距离啊，前面刘声耀跨步球再进去上篮得分，景浩直接是一个外围出手进，进去感觉出来，不防范的命中变低了哦，没有太好的机会再去找刘声耀。所以这样比赛是延续的，简浩外线的机会再来一，在整个福原的防守方面策略上是很成功的，篮下 Baron 再次来做单打，还是终日不破啊，这个球被挡手上，金书伟再找到 Baron 上来抽进算，金棒弧顶的空档出现出不去，再次的机会，书伟的抛投球没进， Baron 后面又手上，又是一个进攻篮板，篮下的抛投打篮进，景浩一次让禁区拉杆上去，27分，19个篮板，哇！但这个球这一次，说还是不相信，中距离出手进，今天来讲他就马上修正回来了，这个球篮下的打板进，这个系列呢目前取得了3-2，福原率先的取得底牌的优势。今天在福原的本土球员发挥是非常出色的。